肉，等一下你说。我一直很想讲肉燥。那你杀青以后有戒掉吗？我刚刚上去楼上休息的时候。Hello， 爱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石榴。还有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苗可丽，我在剧中饰演的呢是昌哥的老婆苍嫂。哦，我忘记讲了。我在剧中里面饰演的是以货车司，以货车为家的怪兽司机鸭犬。还有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柯楚元，在做工的人里面，我饰演的是李明顺的弟弟阿青。大家好，我是曾佩瑜，在做工的人里面，我饰演的是李明俊的老婆美凤。他不是啊，他是马来西亚的。其实他本来就会讲闽南语，只是他的闽南语有一个腔调，腔调不一样。对对对，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的那个腔调。然后剧组有帮他请了台语老师，他讲话可能有一点嘛那种海口腔啊，你知道海口腔的，赶快去台语台语啊，没有讲出来的怪怪的。好嘞啦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，跟人生有关的。经验丰富，这就像梦境一样。通常梦境跟现实是相反的，在梦里常发财嘛，对不对？常跟美女约会，起来，怎么是苗可丽？这么美。这个人生的历练大家都有，只是你要展现哪一面而已。可能就是刚好大家都有看到我比较孤单，然后比较内敛跟比较苦涩的那一面。那我觉得他有一场戏就很厉害啊。可以剧透吗？不行，讲太多了。但是我在讲说那场其实他要哭的，你知道他哭到那种那个鼻涕啊、眼泪什么都是一起来的，那我就觉得，竟然我在看着他演戏，我都觉得，可是他真的蛮能哭的耶。我跟他演过一次，我想说，天哪，这个人也太会哭了吧！每次都搞我压力很大，想说就是他在我前面哭成这个样子，那等一下轮到我说怎么办？你知道他刚拍的时候，他真的牺牲很大。我也想说，天哪，这小子就长得人模人样的，什么帅帅的，槟榔吃成这样。年轻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是为了戏才去吃的。哇，他真的。你也太厉害了。没，因为当对啊，就当初角色的设定，然后跟剧情搭配，他其实蛮有关系的，因为他是那种驾驶怪兽，然后跟重机具的那种师傅，也就蛮危险的，所以他们。那些操在操纵重机具的师傅的那个压力，当下都会非常大，所以他们都会吃槟榔，其实是不健康，可是就是短时间内提振精神，然后跟中立，然后让自己热情这样。对，其实他们真的都蛮辛苦的，有一点点呢，因为以前其实如果经过槟榔摊或者什么的话，不会特别留意。然后我记得杀青的时候结束了，然后但是经过槟榔摊之后。就会有被勾到的感觉，就多瞄两眼，然后就会想说，那要不要？哎，好久没吃哦。就被槟榔西施勾到的。都有。槟榔西施部分还好，因为我已经看过最漂亮的了，所以真的。你知道那个整个工程，你要多么的浩大，然后要多么的写实，那个写实到我都觉得，你光站在那边，我有时候都会觉得说蛮感谢，有时候制作单位你们的愿意去做这样的一种，那个叫什么？品质，对，你会让演员真的很好演，你真的就站在那里，你就非常有感觉，所有的情绪。就是不需要靠演戏了，因为你就在那里。要在那么短的时间，要能够这么原始又这么真诚的呈现，其实我相信真的很难耶。没有坚持，我觉得很难啊。真的。我觉得制作人也蛮坚持，要达到那个品质。因为，工地也危险，然后这么多的演员，包括。所有的跟我们一起做工的这些群众演员，跟有不管有讲话或没有讲话的这些演员，也要注意工地安全，也要在很多的群戏里面，他要很有感觉，那不是真的，我觉得真的很难。就是天时地利人和，你知道光你那个场地，你说要接到已经很难，还要所有工地的人员要配合我们。听说我们在那边拍，他们其实损失非常多的钱。对，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对观众来讲，就是我们都演跟我们以往很不同的角色，就是对我们来说，也许
就是蛮挑战，可是我觉得这个组合跟配搭是非常非常新鲜的，就是大家绝对没有想到说，就是你看像他可以来演一个这么台坦克，然后忧郁大叔，就是最强铁功这样，然后功力大，就是我觉得这个戏就带给很就是观众很多就是可能性，很多很新鲜的感觉。所有的人的人做工的人，太紧张了，再出一次。哎，怎么都会这样？神经病！唯一是赞，唯。为是密闭敌为之敌，你很厉害，而且戴上耳机的人真的讲话都变很大声，为之敌。不弄够，不是因为就跟我们戏有关系的吧？太夸张了！没有，因为你讲得很慢啊。虎肉够，怪手，你能不能出点难一点啊？比如说霸王啊，还是在那边鹅阿米索？对，应该是猜对了吗？或是北斗肉圆之类的？肉，等一下，你说，你说肉燥的燥垫的，这是对的，所以是没有卷舌的燥还是燥？有卷舌的燥。水可以拿下来，拿下来。答案是奶燥。真的假的？不是，但很接近，因为你嘴型很接近。口罩，但肉罩也蛮香。我觉得你蛮适合去这个节目，对，叫陈哥发我。对啊，跟陈哥讲一下啊。欢迎支持做工的人，喜欢的话请阅 LTV。LTV， 耶耶 ，LTV。你无感觉，只要搞鱼啊，可能就行。无我人安那欺负。就是要出头天啊啦！等一下，我叫你一下哦，一定有一个对的。是咪啊？我看你不好一间厝，也是我路边行的扣钱啊。是咪啊？应该手上买款的好啊，我叫我多发工资。十四，十五。人家讲哦，开庙本来是生意，会赚赚钱。那个底赛啦。我听讲哦，有人要得奖哦。营业保护城市，经过喇嘛加持啊，你还可以发财呢。那你是当贪官者啊？你要拿家里的钱去乱弄？怎么乱弄啊？这是投资。阿里家跟平平拢是铁，敢那是安怎人肯得贪比较济？有梦相随，希望相随。这是诈骗。恁老爸哦，老我开脚床赛的时阵，拢是向你家饲的哈？拢伫遐喊名呐？我就靠补充保险，系安全带没打方向灯，前面我真正了解了。做人唔知道你啦，我今个人无刹车啊，看无了。尊严上了，有咧听讲，就是最严讲的。再偷听，就当警察、当律师、当医生、当立法委员。啊！你遐尼悲观是要创啥啦？啊！人生就是要有希望嘛，吼！关键是做工，还做仙呢。